东港码头立体停车场正逢假日，144个停车位几乎停满满。位于长龙路上的公有立体停车场，周边有东流船运服务中心、花轿市场、东港渔会等。以往每到假日，人车拥挤，交通打劫，不仅严重影响安全，民众停车还得走很远。为了舒缓这样的状况，县府在渔会大楼旁打造新立体停车场，十月开放后，游客大显方便，又干净，然后又离市场比较近啊。之前来都怎么停车？我们都停到里面，要找，然后又比较脏乱一点。有啊，有差很多，蛮方便的，而且又不用长期这样排挤来挤去啊，就很方便。之前都是怎么停？之前的话，就是有一些路边都有一些招揽客人的，就是停在路边啊，或者是附近的停车场这样子。可是又要走一段好长的路啊，所以不方便。有这个停车场还蛮方便的。室内，而且又比较干净，他应该也比较放心吧，不怕被偷啊。以往廉价停车需求大，周边交通相当混乱，塞车问题严重。如今停车场的启用将有效改善假日交通大打劫的情况。附近店家表示，多少有助于观光及塞车状况，还蛮有帮助的、因为其实像我们东港还蛮多外客会，就是台湾的游客会来这边玩，然后像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停车的问题，所以他们正式的就是开放让游客民客停车的话，其实它会舒缓这边的交通状态，而且其实它整个规划算是也还蛮不错的。因为停车场是设在华侨市场跟渡船头的对面，以地理位置包括在收费啊各方面，其实我觉得可以至少解决掉蛮多的交通问题。设有144辆自小客车位的东港码头立体停车场，将提供游客便利的停车管道，未来也将结合公共运输及接驳车改善塞车问题。而通往华侨市场的天桥也同时启用，减少行人穿越马路的机会，让交通可以更加顺畅。屏东市政厅张志豪采访报道。